我叫潘泰恩，咁我就做咗头顶三年。因为打咗好耐波，咁就觉得系时候想转下，俾自己一啲新嘅机会，所以就想学多啲关于榄球嘅知识啦，即系球证会学多啲球例上嘅嘢，咁可能有助帮打波上啦。同一时间就系可以再、如果我真系选择嗰阵时就谂住，如果选择球证嘅时候，我有多一份可以俾我尝试咯。我觉得香港嘅 society 系好一 group 啊，好一队人啊，咁就会好多时可以容易啲去、share 啲资讯啊、知识啊，或者可能有问题嘅时候，其实喺嗰、那个即系我哋会有啲 group 嘅，咁啲 group 咧就会可以倾偈多啲，去一齐去进步咯。我呢个觉得系几好，与人沟通啦，同人要倾多啲偈啦，咁就再唔系一队啦，即系以前就系、是。香港隊一齊就有十二個人一齊去嘅，咁但係而家就係有啲嘢可能真係要自己處理啊，自己去同其他可能新嘅球證，即係我係新啊，咁我就識一啲新嘅、新朋友啦，咁就要溝通啦。同一時間，我覺得好處就係、是、會學到佢哋當地嘅文化咯。我會建議佢。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尝试去读多啲嘢，因为、打波嘅时候或者比赛嘅时候，其实你都要识个规则咯。如果你唔识个规则嘅时候，其实对你自己本人都系几，我会话输蚀咯，系啦。你知得更多嘅时候，其实你打波更有信心。